今天的温馨座谈，慈济即将迈入一甲子，我们将透过影片，还有企划团队的肢体，带领大家走入慈济在北区的历史。菩萨们啊，真正是真感恩啊，也是真感动。凡事呢都不知道。 这种无常是什么时候开始？慈济人啊，总是呢，永远，心里呢都有准备着那一份真诚爱的能量，哪里需要，及时记去，那。 马上呢，动员，的确呢，这一份的在社会啊，我们都是呢一般的民众，却是呢都一直承担的使命，分秒，随时行动，这是。 很不简单呐、啊！灾情在什么时候？马上指令，马上集合，投入救灾、抢救生命、抢救物命、抢救慧命，我们随时啦。 都可以这样的动员啊，很感动啊！看到了抢救慧命那一年呐、啊，大爱台碰到了那粒水灾了，我们的片库呢也都被淹没了，慈济人呐、啊。 及时抢救，当然救灾是必然啦，但是抢救慧命了，也是马上，所以分工合作，有的在外面救这个灾情，有的呢总是在我们的片库里呢抢救慧命啊，我们的片库啊。 清出来，慈济人马上啦、啊、启动，这一些代词呢是我们的历史，很重要，我们一定抢救历史啦，抢救出来，要洗呢要很细心，而且呢用很细腻的那个笔。 毛笔啦，总是呢沾的水，啊呢很轻，慢慢的洗，才能留住历史。的确呢，回顾过来，啊，我们投入了人间去抢救，有时候。 看到了我们这一群，总是哪里有灾，他们呢马上及时要投入了。但是呢，是平常总是有定期集训哦。在那个板桥，我们就是这样训练，这是训练哦其中之一。这个动作。 台上10分钟，台下20年，不是10年。急难救助队整合了20年，每一个礼拜，还有每一个月，我们都有一些集训的时间，不断的集训，才能够进步。高空组准备，第一个上去就是先把那个安全的脐带绳，我们叫做防坠落绳，在上面先固定，也就是在中正纪念堂的猫道的门口。 固定之后，后面的高空组才一个一个上去，每一位上去之后都要回报它的安全性。挂钩一定是两个，一个是防坠，一个是挂在它确保。那鹰爪钩是也是两个，它的右手上，左手就上。对，确保之后，左手再上，挂好之后，左脚再上，动作都必须做到确实之后，才能做下一个动作。所以我们的先锋手一定是高空组中的高手之高手。我们平均是每一年我们的绳索组训练2次，但是我们的高空组是每一个礼拜都训练。平常持续，那总是呢，为了哪一个时刻有灾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及时投入救灾救难，实在是我好感动啊！刚刚呢，有几次很激动那这眼泪啦还含在眼眶里，感觉这一群菩萨都是因为师父想要做的事，使命必达，使命必达。所以呢，这不是安尼干呐，大家人来一个组织就好啦，是要真功夫啦，要安全，要人人呢都要保护身体，要真正的安全。那看这一大群的大菩萨，也是大护法，刚刚在那里上下了，这样师父拢会去改讲望看卖咧，安尼装备够不够？真的好啊，真安心，哪里需要他们就到哪里去，这都是真功夫，也是呢学来的，训练过来，所以捌，学甲捌，这个捌啊，这个学甲讲呢，中间就是行菩萨道。我们是人文真善美哈，我们在主堂体的高空点拍摄的是我们的徐国军师兄，他已经上高点9年了哈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廖世雄师兄，他上高点今年是第8年了，好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国家戏剧院哈，上高点的耀明师兄，他今年是第5年上高点。还有我们的怡景豪师兄呢，今年是第4年上高点。我们跟警探救助队一样哈，也给我们一套安全的防护衣，所以我们上高点呢，也能够让大家，也能够让上人非常非常的安心哈。内部楼梯底下是比较宽哦，底下比较宽，越爬到上面越窄。我们身上除了穿安全装、安全衣有5公斤，那我们的装备大概12公斤左右。我们要在上面待2个多小时哦，那我们是有一点曲着身体在拍，那么做2个多小时呢，其实肠胃都会有一点不舒服，脚偶尔会麻麻的，可能要伸展一下，换个姿势。但是我们都必须要很小心，不能动作太大。看到这个我们拍摄的点就这么小，我们在那个点就像一只小蚂蚁一样，我们自诩是须弥山的小蚂蚁，我们肩膀扛着使命，也要使命必达，完成任务。总是呢，很幸福，很幸福啦。总是呢，要很核心啦，核心，大家共同的力量，要忍耐，无有大任啦，都无法度大家。所以菩萨道是堪得忍耐，才能呢。走过菩萨道，才能呢看见了人人本具的佛性，那才能呢理解到了宇宙万物的真理。这都是要从学行菩萨道才能见到吼，角度啦，才会当见到角度。这就是。过程哦，哈，感恩呐、啊，菩萨们呐、啊，我们是真诚、真心学佛，身体力行行过来，唔知要用什么语言呐、啊、来表达，总是呢啊，难以言喻啊，甚至感动哦，迄时候真正。 信很真正的感动啦，所以吼感恩各位菩萨，希望咱吼唔是一年展现一次，是平常的生活就要有安尼谨慎生活、合乎生活、谨慎生活、和和生活，彼此之间和和互协，这就是 最真最善之美的人生，感恩各位菩萨们，感恩啊，请感恩。